大家好，我是伊夫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ub。我们的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ub 在上学期成立的，然后初始成员只有三个，现在扩展到了六个。我们设立这个 club 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环境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光盘行动，还有试验农场等一系列的活动，而我们的收成在市场上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。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完成一些关于保护环境的项目，我们也呼吁更多有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加入我们的社团当中。